第二，他说 f(x) 是一个多项式函数。那么已经知道积分负一到二 ，f(x) dx 是八；积分负一到零 ，f(x) dx 是六。要求积分零到二 ，f(x) dx 不止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说，从负一积到二，你可以从负一积到零，再加上零积到二，所以这个会等于这两个相加。那你现在要求零到二了，你要求这个，你把这个移过去，所以积分零到二，你可以用积分负一到二减掉积分负一到零。好，所以这个就变成这个相减。那这个已经知道是等于八，这个已经知道等于六，那就八减六当然等于二，看看有没有问题。